养了一只有洁癖的猫是什么体验？大家都知道，琪琪是一只非常爱干净的小猫咪，不仅每次上完厕所知道把手擦干净，而且不管它多喜欢吃的零食，只要掉在地上，它一律不吃。它甚至连放了一段时间的水，它都不喝，必须要自己接新鲜的水。除此之外，它对我的卫生要求也很高，不仅每次要检查我的手有没有味道，更夸张的是，我每次上厕所，只要被它看到我碰到了马桶，它就会嫌弃的一整天都不让我摸。于是，我偷偷给家里换了个无需手部接触、更便捷卫生的马桶——摩恩星月智能一体机。打开就盖，它不仅可以语音控制，还可以手势翻圈翻盖，也可以脚踢控制。除此之外，他还可以听懂上百条语音指令，完全解放了我的双手。自从换了马桶后，琪琪再也没嫌弃过我。冲完水后，他还有电解水清洗盆腔内壁，而且他还自带 LED 夜灯，晚上再也不用摸黑上厕所。这个呵护式柔洗和脉冲式按摩清洗的功能也很 nice， 让我彻底爱上这个智能马桶。现在琪琪好像爱上了这个智能马桶，每天缠着我给他展示。